都生活 Easy Go。 喜欢吃美食又想抽美国来回机票吗？那千万不能错过一年一度的美国美食节。今天请到美国爱达荷州的潘可晴小姐来告诉你，今年我们设计了十几道美国西部优良的农作物，做成一个美国的美食节。所以今年我们的产品里面包括了美国肉中极品的极黑牛，还有极黑豚，然后呢还有高品质的海鲜。 OK， 所以在4月26到5月26的时候，在高雄的汉来45楼的牛排馆跟铁板烧餐厅都可以享受到非常道地的美国经典美食。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美食节，可以享受道地的美国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准备一个抽奖的活动，只要是来参加的民众都可以有机会获得达美航空赞助台北到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来回机票，所以这是大家不能错过的机会。想了解更多讯息，可以上网搜寻2013美国美食节。